ようこそ、愛知へ。どちらからお越しになったのですか？日本は初めてですか？是的，所以我先来中部了。それは良い選択をされました。中部国際空港からなら東へも西へも飛行機や新幹線を使って日本中どこでも簡単に移動できます。では日本の生産量の4割以上を占める愛知西尾の抹茶とともに日本のおもてなしを始めましょう。焼き物に興味がおありですか？日本で最も歴史のある6つの焼き物産地のうち2箇所が愛知にあるんですよ。長华市日本6个古瓷窑中的一个，位于中部国际机场的对岸，能感受到历史气息的烟囱景色里，陶瓷文化的芬芳萦绕着宁静的散步街道。接着为您介绍的是濑户陶瓷，日语中日用陶瓷的总称叫做濑户陶瓷，所以濑户曾经是陶瓷业的中心。请您在濑户藏博物馆感受一下充满活力的陶瓷之都的风景吧。着物に興味がおありですか？これは絞り染めという技法の着物です。至今依然留存着200年前的街道驿站町风情的有松，这里流传下来的有松宁海扎染也是来自海外的客人喜爱的送礼佳品。在此您还可以参观扎染工艺流程呢。え、名古屋へ？ええ、有松の古い町並みは名古屋市内にあります。从中部国际机场坐名铁电车，最快只要28分钟就能到达中部地区的中和都市名古屋。在这个有220万人口的城市，您能体验到纯真的日本风情。如果您去山里，接触一下土地、树木、水，就可以体验到这些日本的山村文化。自古以来，要手工制作生活必需品的生活文化设施。さて、今度はちょっと変わったお茶のおもてなしをいたしましょう。爱知县内各地举行节庆的山车，很多都装设有活动偶人。还有这样的偶人呢，当地传承下来的活动偶人技能，这种创造与技能的 DNA 造就了100年前的自动织机。
于是以汽车业及航空宇宙业为首创，是爱知被誉为制造业王国的原因。丰田产业技术纪念馆展示了支撑日本产业近代化的自动织机和以此发展壮大的汽车技术进步的历史。从制造新干线以及铁道车辆开始，爱知成为了世界著名的制造业基地。2011年，将诞生标志高速铁道技术进步的新博物馆，介绍以东海道新干线为中心发展至今的历程，以及未来的超导电磁浮列车。陶瓷产地的 DNA 也传承至今，在国际上享有盛名的陶瓷器品牌 Noritake 的历史与技术的 Noritake 的森林，它以各种树木和红色砖瓦所构成的建筑，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Inux 是主要以生产瓷砖和卫生陶器而闻名的厂家，在以世界的陶瓷博物馆等五个发现馆所构成的 Inux 体验博物馆里，你有机会接触和体验从泥土到成品的这一连续充满魅力的制作过程以及所有的展示。还有深受外国游客欢迎的七宝烧，也是爱知传统工艺的一种。在七宝烧艺术乡村，您还能在感受历史和技能的同时，体验怎样制作七宝烧呢？いろいろな産業の歴史と技に触れられる体験型施設は愛知の観光の大きな魅力なんだ。まだまだたくさんあるよ。弓引き道二君、お願いします。要说爱知的传统食品材料，那就是大酱了。冈崎的巴丁酱之乡，使用藕仁等方式再现了从前制作大酱时的情景。健康意向不断增长的现今，爱知还拥有备受世界瞩目的食用醋的生产厂家总社，您可以在此体验历史的同时，并观赏到现代制醋的情景。博物馆醋之乡建在往昔海运繁盛时期的运河边上。这里您还可以看到大约50年前工厂开工时期的啤酒酿造工厂再加以改建后的参观设施。从前的铜制酿酒锅保持着原来的风貌，一直流传至今。参观时您还可以品尝刚酿造好的美味的啤酒呢。
生产、传统节日等装饰偶人而闻名的高邦，有一座拥有30000个偶人跳舞造型的精彩的紫峰偶人美术馆，重现了往昔美好的日本人的生活。传统文化孕育而成的日本，走出了历经200年以上的锁国时期，随后又经历了积极吸收西洋的智慧和文化的时代。那是大约150年以前的事。有一个能够让您完全体验那个时代气息的野外博物馆，这就是博物馆明治村。时间旅行之后，让我们飞往童话世界。这里是甜点城堡，在西洋风格的城堡里，世界第一的结婚蛋糕以及将近200处的甜点艺术，以甜蜜的芳香迎接客人的到来。您可以在此享受制作点心和面包的快乐哦。잘 마셨습니다. 헤이, hi everybody. Welcome to Aichi! Hey! Hey, what are you doing up there? I'm tree climbing. Aichi Prefecture has beautiful forests, and tree climbing is a wonderful way to interact with the forest and to look at nature from a different perspective. You should try it. 哇，也太棒了吧！ Aichi is blessed with beautiful nature, and her citizens are very ecologically and environmentally conscious.In fact, 2005年日本国际博览会爱知世博会在爱知成功举行，主题为自然的睿智。在地球规模的环境问题日益严重之际，121个国家以及4个国际机关参加了爱知世博会。世博会在国际上博得了好评，一部分展品至今还陈列在爱地球博纪念馆里。世博长久守会场是将公园改建成的，达到了不破坏自然的目的，现在又恢复成以前的公园了。在这里，爱知世博的理念也得到了传承。I would like to introduce Aichi's rich and bountiful nature that surrounds us. Firstly, Umi. 爱知面临水产物丰富的大海，可以捕到大量的新鲜美味的海产。享受大海的洗礼，度过愉快的假日。在三河湾，您能在复合型海上度假胜地拉格纳普君尽情享受海上体育运动、游园地以及购物等乐趣。您也不能错过来观赏圣诞节时的装饰彩灯啊。被选为日本海滨100选其中之一的恋鹿各邦，就在沃美半岛前端的伊良湖里。白亚的灯台远远地凝视着太平洋的水平线。 Next, Sato. 曾经
被称为日本丹麦的安城，有一个花草和绿树的公园，安城产业文化公园丹麦公园，以水稻、耕种、果树、畜产等多边农业为主轴的历史背景，提倡营造一个与自然亲近、有鲜花的生活模式。Next， 山。爱知的最高峰茶臼山，每年五月，标高1358公尺的高原，遍野的草坪樱花美景，让人感动得喘不过气来。秋天的山林被红叶染得通红，凤来寺山，散布在山林里的寺庙佛堂，与红叶形成的对比，是值得观看的一大景点。伫立在鲜艳的红叶中的佛堂，神秘庄严。作为观赏红叶的名胜，享誉盛名的香兰溪，十一月是最佳观赏季节。特别值得观赏的是夜晚的彩灯。请您来欣赏一下，难得一见的一年中开两次花的四季樱花怎么样？秋天带有红色和黄色的红叶与淡粉色的四季樱花形成对比，有一种令人窒息的美丽。川，以拥有1300年的历史而引为自豪的木曾川鸬鹚秀，请您坐观览船在近处观看这一种随着篝火浮现，犹如幻想世界似的传统鸬鹚捕鱼法。这种鸬鹚捕鱼在日本也非常新奇，白天也有鸬鹚捕鱼的表演，便与您调整游览日程。温泉，爱知还有很多温泉呢，有在山沟里的温泉，还有在海边的温泉。美丽多彩的环境造就的温泉，消除您旅途疲劳。请您尽情享用爱知的美味佳肴，今晚有个好梦，安睡入眠。日本の真ん中ゆえに幾多の戦いの舞台となった。日本で4つしかない国宝の城の一つ犬山城は愛知の北端大河のほとりに今もその雄姿を見せている。多くの武将たちがここ愛知から全国に巣立っていった。そして日本を変えた。その郷土の英雄をたたえる祭りは今も盛大に行われておる。出身于爱知，在日本历史上有着重大影响力的武将之一就是织田信长。他的巨城青州城址里有一个威风凛凛的城郭建筑的历史资料馆，同样是出身于爱知，构筑了历时200年以上武士长期政权的基础的英雄，就是德川家康。他出身于冈崎城，您可以参观附近的三河武士的邸宅家康馆，体验享誉海内外的家康的足迹。
象征名古屋的名古屋城，是德川一族居住的城堡。被称为天下的名城的巨大城郭的屋顶上，金色的兽头瓦灿烂夺目。您还能在德川美术馆欣赏到德川家所流传下来的武士文化的众多精品。现在在日本盛行的武将观光热，这个圣地就是爱知。皆の者、援護の取れ！おー！沖の声を上げる！おー！えい！えい！おー！丰川稻荷神社里挤满了新年首次参拜的访客队列，新的一年又开始了。随着四季变化的爱知，人们对自然的感谢、祈祷五谷丰收的愿望，都寄托在这些各式各样的祭祀里。ご案内しましょう。夏天举办的日本最大的舞蹈节——日本正中节，在名古屋的中心街汇聚了20,000多舞蹈者，他们分队进行武艺和团队精神竞赛表演。夏天的夜晚，五艘挂着无数灯笼的船只在水上穿梭往来，这就是拥有500年以上辉煌历史传统的天王祭。爱知县的东部地区，您可以观看到只有在这里才有的独特的焰火，最具代表性的是手捅焰火，男子汉们手抱喷出火星的竹筒的身影，犹如幻境中的情景。为表演重点的祭典也是爱知的特色。普军的三股节是表演拉着山车在海中行走的罕见的精彩景象。游走回绕在樱花盛开的城下町里的山车，一到夜晚就会被挂上满车的灯笼。前室内各地所举行的祭典里，每年都会出场的山车，每5年一次，所有的31辆彩车汇聚一堂，这就是半田山车节。
完了冬天的山村，大地回响着朴素的伴奏声。花季里约有40场彻夜为您表演的舞蹈，奥三河各地传承下来的传统艺能，被认定为国家重要无形文化遗产。被称为天下的奇迹的国府宫裸体节在2月举行，据说人们只要触摸一下被选出的神男，就能驱除灾病。无数的男子汉们蜂拥而至，被泼在身上的水变成蒸汽飘向天空。美丽与感动，传统与创造，请您也来加入爱之节庆的行列吧。您一定要来爱之看看。そうそう、名古屋はお買い物がとっても便利なんですよ。ブランド路面店も街中に集中していますしね。大須の電気街は品揃えも豊富。2011年3月には世界一のドームの大きさを誇るプラネタリウムを備えた名古屋市科学館もオープンします。大型展示装置の数々とともに驚きと発見に満ちた科学の世界に遊びに来てください。名古屋では地下街の広さにびっくりしないでね。雨や寒さを気にせずゆっくりお買い物ができるけど迷子に注意。わしらが言うのもおかしいが、名古屋は今若者文化を発信する街としても注目されておる。おっと、わしらはコスプレじゃないぞ。うん、Aichi is truly fantasticI've lived here for 25 years. The nature is beautiful, the culture is rich, and the people are really warm and friendly. I promise you, if you come to Aichi, you won't be disappointed. Come on! 欢迎光临Aichi! Aichi へは自粛しよう! Come on over to Aichi!请一定来爱情看看。爱情啊！